报告事项。好，各位同仁，今天的议程是讨论议案、临时动议以及闭幕典礼。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六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6月27日9时31分至12时11分止。地点本会议视听，出席议员详如附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1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县议长苏立，国副议长明斌。报告事项：因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上午市政总咨询，下午各审查委员会审查议案。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认可。本日议程市政讨论，花园议员黄秋哲、廖天龙、郑光宏、陈信之、张秀华、蔡永泉、蔡文旭、吴尚明、陈之文、蔡龙峰、王美惠、傅大伟等议员，打虎主管警察局长詹永华、市长涂醒哲、环保局长张志成、主计处长黄明辉、政风处长张正谈、消防局长苏耀新、秘书长赖明煌、公务处长李建贤、社会处长张元厚、教育处长余坤龙、行政处长陈宝东、交关处长郑君健等单位主管。花园要点，黄秋哲议员探讨北栋大楼工程终止契约之善后及变更市民中心新建计划，应经本会审议通过后再办理花苞及市府重大工程采购案等问题。廖天龙议员探讨联经改革政策及紧销围牢等问题，建请市府对外勤人员应编列围牢奖金。探讨政府推行的卫生纸丢马桶政策，市府因应知道问题。郑光宏议员探讨北栋行政大楼工程解约案及市府对外延迟傲慢提出质疑，以及公共工程专款专用结余款指引损害赔偿责任归属等问题。陈信之议员探讨新措离北社委及旧社区未设置消防栓及水压不足影响救灾等问题。探讨国外兰花营及国内紫藤花卉景观优美，建议市府应研议于府址内择地种植，提升观光资源，并改善北社委一号公园建筑物漏水、地下室积水问题。探讨校长遴选制度，建议市府对教师会、教师工会代表应择一担任委员，并遴选委员增加师铎奖优良教师。张秀华议员建议消防局对消防栓设置不足部分应作通盘减少，并编列预算以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探讨自由路施工品质及城市美学问题，及人行道破损、道路坑洞业务移拨区公所承办，造成人力吃紧，建议市府将原公所人员归建，以免造成民怨。探讨文化公园监视器功能不彰，市府应尽速修复问题。探讨火车站前广场工程进度及完工期程，市府宣导不周，造成民众车辆临停不便，以及警察局应加强远景勤前教育等问题。蔡永泉议员探讨雨水下水道清淤工作与家庭废水排放恶臭应尽速改善，以及道路设计错误影响市容景观，并重视污水下水道接管率等问题。蔡文旭议员探讨一例一休政策制定目的与优点及劳工反弹议题，是否实施政策应确保劳资双方之权益。探讨北栋行政大楼是否片面终止契约引发争议议题。吴尚明议员探讨垂杨路会主公车专用道人事任用案。铁路高架化工程应成立专责办公室，对北栋行政大楼工程案应谨慎处理。北港路以南应办理湿地重划并规划科学园区等问题。陈之文议员探讨乡土教育资源、教师薪资延迟发放及教师采用电子书上课等议题，请市府提供申请320元终点会学校资料及各校资源教师任用资格资料。蔡龙峰议员探讨资源教师平等薪资发放与代课教师终点费等问题，建请市府应深入了解且发放薪资时程应确实，避免剥削教师权益。王美惠议员探讨自来水夜间减压造成民众不便，市府与水源冲突时期应替市民向水厂反映，并建议消防局应编列消防栓预算，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探讨火车站广场工程及站前公车招呼站影响交通顺畅问题。探讨市府实施垃圾破袋检查政策，建议环保局应广为宣导，并对实施垃圾袋会电池换厨余桶制政策给予赞许，且应向中央争取经费改善焚化炉烟囱设施。傅大伟议员探讨小雅路人行道改善工程及座椅斜坡道龟裂情况严重，建请市府于保固期间应要求施工单位重新施作，以确保工程品质。探讨市府规划来家一日游、二日游政策，应将本市观光廊道动线采圆圈式，并以电动中型巴士来带动本市观光产业。散会12时11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确认。讨论议案，
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各类议案的二三读会程序。那么对应经三读会程序之议案呢，在完成二读后继续进行三读，请问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无异议通过。讨论是否提案。好，各位同仁，甲一号案于第一读会时已决议由市府自行撤回，现在进行讨论编号甲二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二号案案由106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编竣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依法公布并执行，审查意见公务处二之十九页嘉义市北栋市政大楼 VTO 案前置作业计划360万元是行政院核定公文通过后使得动资。同一议员有郭文居、王美惠、庄宏安、李宗立、蔡文旭、蔡永泉、蔡龙峰、陈之文、苏哲峰等九人。不同意议员有萧议长、苏立、郭副议长、明斌、黄秋泽、戴林、傅大伟、张秀华、吴尚明、郑光宏、黄颖志、张龙藏、廖天龙等十一人。同意北栋大楼新建，不同意360万元预算系因市政府行政有瑕疵，是前契约获得解决，再做后续规划。好，各位同仁，对于甲二号案呢，经交付各审查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完成审查，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那么继续进行三读，请议事组宣读。案由106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编竣提请审议，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二号案二读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继续讨论甲三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三号案案由本市东区、新安里、西区、光禄里及福内里临别调整及相关区里界限确认案提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并报内政部备查，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好，各位同仁，请翻阅甲三号案的附件李林调整案的资料，请同仁自行参阅。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三号案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原案通过。来继续讨论甲四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四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为本市西门段市小段55D号等5笔市有非公用土地拟处分一案提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报内政部核准办理处分，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好，各位同仁，请翻阅甲四号案的附件土地拟处分清册及位置图，请同仁自行参阅。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四号案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原案通过。讨论议员提案。好，各位同仁，现在请翻阅议员的提案，那么总共有16案。本次议员提案经各审查委员会审查之意见，皆原案通过。各位同仁，请问对于以上16案有没有意见？主席啊。好，来，黄秋泽议员。来个早吼，这我有。我的提案是第二案吼，迄阵提案的阵，市府的阵北栋大楼吼，伊来麦克风，因为咱议会啊，登记啊，登记会临时会啊，咱的同事啊，提案人数的，迄大会期就足济啦，这无啥物，提案那是一个市政府做建议的尔。哦，市政府唔是讲提案人数多啊，市政府就一定会做啦，嘛无一定啦。我说这个案已经开始几啊天啊，二十多几啊天啊嘛，对吧？昨个早一接了，我等于二十多打电话，我讲搞人数的有四个同事撤迁，哦，撤迁那是也无啥物，但是最起码大家做同事哦，互相尊重，互相礼貌。因为我就去麻烦你给他签，较早你大家揢出来，我就给他签。哎呀，无啥物啊，只有大家拢互相安尼啦。你若感觉讲啊，这无适当，啊你无爱，你就打招呼就讲讲一下，我就家己事多讲啊。哦，这无啥物嘛。你过去的新机会就是当期，迄唔怎个达会期都几啊十万。哦，啊，但是我到今嘛为止啊，撤迁的这些同事。到今嘛，并无甲我讲一句话啊，讲伊要撤迁啊，对无？
啊，所以我咱感觉讲吼，咱哦，嘉义市议会吼，爱为着咱这个议会和气吼，大家同事平常时也无咧分党派啦，互相尊重，个人的意见，个人的发言吼，这个等级的互相尊重。虽然北港大楼出展览，我是无同意咯，我无同意，但是咱这个同事嘛，十一个无同意啊。但是同意的到位，咱嘛尊重伊的意见，咱嘛已顺我通过啦。这就是咱嘉义市议会可贵的所在嘛。个人有个人的吼，的主张，个人的意见。哦，啊，你要提案，你要人数啊，个人个人哦，你都提案，你也无啥物人数，对无？啊，都啊建议你啊，市长要做唔做诶？对我是安尼啦，为着咱议会的和谐，登记啊，嘉义市议会吼。啊，无容易啦！哦，无容易过这大大个足辛苦的，过这十多年来，家己的灾情是零负债，迄大家真辛苦，真无简单，无需要为着这个，我是感觉搞小动作啦，底下咧破坏和气，这对咱家己市会无啥物好处嘛。哦，咱这同事啊，连输来连输去，这也无啥物，啊，一会期拢几啊十万的连输嘛，迄种啊，我从来唔捌拄过一案讲吼。有人伫后壁咧，真来讲啊，你著去甲撮签做一个议员的人数。将来我只十六年，唔捌拄过一摆安尼啦，唔捌啦，哦。所以讲，我也感觉安尼哦，唔好以后为着家己市议会哦，大家即个当然哦，尽量莫来破坏大家，而且和气啦，互相尊重。啊，你也感觉讲，啊，我都。即、这个我意见吼，你的意见无啊，我签咧签了唔对，还是我无咧签，你着去招呼一下，我着去讨艺术组呀，讲啊人无来，甲撤掉，安尼足简单嘞嘛，是不是安尼？但我无都无讲啊，我提案人我到到你遐签咧，你也无表示啊，你也无甲我表示过啊，啊你怎家己走去人哪找人哪去啊？去艺术组撤签，后摆唔能够发生这个代志，这个家喻市民。会去用笑啊！种议会是咧服务市民、监督市政诶，对无？咱家己咧监督市政，咱家己啊直接闹笑话，对无？咱无需要，咱好啊监督着，咱无需要替市政府咧服务啦，对无？咱爱服务市民、监督市政，对无？市政府该对诶，咱对就对嘛，该好该好做就好做嘛，对。但是伊正当性，咱嘛爱甲注意啊。对不？咱袂使讲伊乱不乱，咱就打拢个啊！但是个人你的意见，我嘛无意见啊。个人的意见，我拢较尊重啊。哦，我是做这个表示啦。哦，啊，因当事人的我也尊重。哦，但是最起码，哦，伊私底下甲我讲一下啦。哦，你也唔通安尼啦。哦，你也啊，我卖互因为难啦。啊，因错就错嘛，是一个案啦。哦，我也无爱互因为难啦。对不？啊，以后卖去大家同事间吼。安尼唔好啦，迄实在真正唔好。哎、欸，大家连输来连输去嘛，哎、欸，拢会去连掉嘛。哎、欸，无啥物啦，我以上做只表示。多谢。好，来，谢谢。好，来，王美惠议员。多谢。直接阮黄秋泽议员来讲哦，这连输这哦，讲实在，这是吼市长的意见尔，无干嘛讲哦，甲真正连输恁市政府的啦，阮做啦。那安尼家己去哦。会拆咯，拆了了啊！该黄教授以前讲，可能大家欠亏吼，这个思考。该因为我唔是做签的人啦，我是讲希望大家好来吼，就是大家互相恁阿人签，甲个私底下讲者。甲我是讲，这种的市长甲咱遮的主管，虽然是恁无大行拢做甲到，但过阮提案的时，拜托来阮看一下。好、哦，拜托看一下，无一定会过，要阁拜托看一下。阮所有议员是替百姓发声，提供予恁的意见。好、哦，以上。好，谢谢王美惠议员。好，请廖天龙议员发言。这个提案阁凑签的物件吼，我较早嘛唔捌啦。我讲你提案一般是拢人数家己签，你知唔知？我嘛签落，啊，但是事后我发觉讲，欸我签的迄个案，甲我的理念、甲我放弃、甲问政的迄个理念都无同，所以我到私底下，吼、哦、去甲拜托讲啊，歹势，我来准则该签落，所以我讲安尼是毋是我该错签吼？因为理念无同，所以咱一人对我嘛讲安尼合理，
所以我是在这个案哦，我是感觉咧啦，你既然人条一签，啊，你嘛无看唔看是你的问题啊？唔知，我们是是签的人的问题啊？唔知，你若敢看好清楚，就签落。啊，你若讲我看无清楚，签落，我感觉讲哎，安尼我唔好。啊，若某时阵，人是互你签落，提迄个本人条一签，啊，你要人错签嘛？讲你甲本人讲一下，讲啊，我都。我唔知该签落，这是礼貌啦，我是感觉这礼貌嘛，嘛是种尊重啦。哦，我希望讲吼，以后这个模式我是感觉讲安尼较好啦。哦，以上。好，谢谢廖天龙议员的发言。好，综合以上三位议员同仁的发言呢，那么我在此也恳请我们各位议员同仁，我们是否继续维持我们嘉义市议会那么理性问政、对市民负责的这个优良传统？基于我们同仁之间大家的彼此尊重，日后对于有对针对这个提案要撤签的时候，是否请告知提案人，好不好？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那么再请问，就我们就此决定。那么再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来陈信之议员。啊，议长哈，啊，市长啊，咱几位主管哈，迄、那个议长哈，迄、那个咱的议事哈。就我们张秀华议员的提案哈，啊，应该这案呢是咱所有议员哈，嘛拢有这个有联署啦哈，啊，我而且是希望讲是不是会当搁加加工哈，因为咱迄个教师的遴选委员会内底有分啊，主管机关哈、啊，学者哈、啊，校长搁教师代表搁家长的代表啦哈，啊，我昨呢执行内底呢，我嘛有讲到哈。我希望讲教师的代表是不是改由有得过师徒奖的老师来担任这个教师的代表？所以这个按钮家是不是希望讲可以再改一下，就是说啊，那个教师的代表改由有师徒奖的老师来担任，这样子可以吗？好，好，那么陈信之议员针对，谢谢，好来，复议吗？先哦，教师代表。跟师徒奖没有关系，教师代表是讲，是被遴选学校老对老师一个，哦，是这拢拢两个嘛，哦，跟师徒奖无关系啦，因为选校长，那些校长是被遴选来对老师一同了解，这校长是适任不适任，大概是这意思啦。嗯，好，来。刚刚张秀华议员有先举手来，张秀华议员请发言。谢谢啊，我尊重陈议员伊的建议哈。陈议员的意思是讲哈，咱这个理由内底加加一条讲哦，这个教师的代表呢，都、就是要有曾经得过师铎奖的人，够具备这个资格安尼啦。我看呢，因为陈议员，因为即摆现场咱有人数的议员，可能嘛有几。有人无伫遮征询大家意见啦，如果有人有意见的话，咱就后盖再去做一个案，搁提案，安尼看好无？啊，若大家拢无意见的话，就尊重你的意见啦。好，来陈先生议员，因为我再解释一下啦，哈，因为里面的教师代表，他是用教师会，还有那个教师职业工会的理事长来参加嘛，哈，所以我是感觉讲，因为现在外面都有一点啊声音，就是讲因为。这个里面可能有问题，伊即马就是讲啊，以前有可能叫校长甲拍这个科技不好，所以即马是参加来对这个议员，所以他就有权利说，那我就不让你这个校长再担任了哈。所以我干嘛讲这样子对我们来讲也不好哈、哦？既然是教师代表，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由教师工会，还是教师职业会，还是由教师会来推派这个老师啊。所以我是干嘛讲这样子？如果暗恋时阵。会予人感觉嘛，讲好像好听嘛，感觉讲认为这样子也不大适合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既然咱要予这个的遴选，予伊搁较公平、搁较公开、搁较公正，我是希望讲里面的委员还是要适当的去处理啦，吼。安尼对着啊，较无声音，也不要有讲见你一声音出来讲来轰轰呜呜。那我是觉得说，希望一处长。你们这里一定要好好再去处理啦，吼、哦！爱针对着讲真正有对咱嘉义市咱所有的校长有大家做了解，那我们才甄选他来当委员啦。卖安尼的时候，我是觉得也不好啦，吼、哦！这是我的意见。好，来谢谢，好，继续张荣章议员。你的教师代表两个哦，目前做两个，
这就一定爱互两个是互动委员嘛，互动的，就是讲你之前立选之前，前一天还是两天，一概也知啊。哦，因为基础哦，定基础，一户一进来固定，委员到54个互动委员他一个，互动委员呢，一容易哦，华人社会人大一些压力，拜托他壮壮完人，所以除了市长，我就没话讲，再为处长，哦，也特特或是这个专家学者。大概以固定委员以外都是互动委员啊，教师代表呢，第一个一定要被遴选学校的老师，他是这样互动的，也就是说用抽签的，我一同来调干问好就喝吧，你怎样嘛。另外去教师会，教师会呢不一定是理事长啦，他们也应该啊用抽签的，你看了解啊，你教师会代表规定，教师会代表是那个工会啦，也要有一个，所以还是用抽签为主这样。好，谢谢张宏章议员。好了，继续请陈信之议员提案人发言。那个议长哈，不要紧啦哈，我嘛尊重咱议员的这个意见啦哈。那如果说这个案不能再这样子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下一次我再来提案。好，好，谢谢。好，谢谢陈信之议员。那么，请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针对以上16案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决议就原案通过。临时动议。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讨论临时动议，那么总共有5案，请议事组一并宣读。动议人苏德峰议员，副议人庄丰恩等10人，案由未建立本会程序委员会审议提案之前置作业，其程序应符合嘉义市议会程序委员会设置办法之规定，特提出本案以完善程序委员会之法定程序，办法或大会审议通过后，至下次程序委员会召开时适用。动议人陈信之议员，副议人苏泽峰议员等7人，案由建请市府全面检修本市旧社区之消防栓设施，并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办法送请市府确实办理。动议人蔡文勋议员、副议人蔡龙峰议员等6人，案由希冀在宣信国小增设嘉义市东区托婴中心，办法送请市府确实办理。动议人蔡文勋议员、副议人黄陆慧议员等6人，案由建请打通475巷对面之分隔岛比里人车直通行有办法送请市府确实办理。动议人蔡文勋议员、副议人黄云志议员等6人，案由适逢嘉隆卡诺棒球队成立100周年，希望市府相关单位能够加以重视，并扩大宣传及举办活动来吸引人潮，带动观光，办法送请市府确实办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以上的临时动议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没有意见的话，决议原案通过。好，请问各位同仁还有没有临时动议？好，如果没有其他的动议案呢，本次临时会的各类议案已经依法定程序完成审议，宣读会议记录。现在请议事组宣读第7次会议记录。第7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6月28日9时33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祥如副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1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萧议长署理报告事项，因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讨论议案临时动议闭幕典礼，三议事读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本日议程讨论议案，市政府提案甲二号案，案由106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编竣提请审议，请进行二读，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依法公布并执行，审查意见公务处二之19页嘉义市北栋市政大楼 VTO 案前制作业计划360万元，是行政院核定公文通过后使得动资，同意议员有郭文君、王美惠、庄光安、李宗立、蔡文旭、蔡永泉、蔡龙峰、陈之文、苏泽峰等9人，不同意议员有萧议长署理、郭会长明编书、黄秋泽代理、
副大委张秀华、吴尚明、郑光宏、黄颖志、张宏藏、廖天龙等十一人同意北栋大楼新建，不同意360万元预算，系因市政府行政有瑕疵，是前契约获得解决，再做后续规划。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甲二号案，案由106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编竣提请审议，请进行三读。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甲三号案，案由本市东区新安里、西区光禄里及湖内里临别调整。即相关区里界限确认案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并报内政部备查，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决议原案通过。甲四号案，案由为本市新门段四小段551号等无比市有非公用土地拟处分一案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报内政部核准办理处分，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决议原案通过。议员提案以一至以十六号案审查意见及决议经原案通过，临时动议01至05号案决议经原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本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第七次会议记录于议程结束前宣读完毕，并经大会确认。好，各位同仁，本会第九届106年第二及第三次临时会会期10天的日程到此结束，继续进行闭幕典礼。嘉义市议会第九届106年第二及第三次临时会闭幕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一向行最敬礼，敬礼，礼毕，请坐下，主席致辞。蒲市长、市府各局处主管、各位媒体女士先生、本会郭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同仁，大家好。首先在此感谢各位出席本会106年第二及第三次临时会的闭幕仪式。那么本次临时会我们顺利完成了本市106年度第二次追加减预算的审查，同时我们也审议了由市府所提这个邻里的调整，那么以及本市市有非公用土地的这个处分案，同时我们也针对本市各国中小学校长遴选的制度，以及健康防老园区，还有市政北栋大楼，我们也做了专题的讨论。尤其对于市政这个北栋大楼，由于我们市府将变更用途，同时将采行 VTO 的方式来委外经营管理，也因此本会的多位议员同仁针对该案，也针对法律层面以及规划用途的层面提出了许多的疑虑。那么由于市府将由新案来取代旧案，也因此我们在此要请市府能够审慎评估，谨慎为之，避免日后两案闹双包，那么产生更多的法律问题，延伸更多的争议，那么尤其日后的诉讼的所有的赔偿将由全民买单，我相信这不无浪费公帑，那么也不是我们市民之福，所以在此敬请我们市府团队能够再做谨慎的评估。那么同时呢，在此也要感谢我们各位议员同仁，在整个议程期间呢，大家踊跃出席，
参与各项议案的讨论，那么尤其对我们市政的建设提出许多的建议。我们在此也要请市府各相关局处单位能够重视议员的这个建议，能够采纳办理，让整个市政的推动能够更符合民意。最后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底层